逢假日，信义区人潮满满，百货市集琳琅满目，还有斑纹特殊的小花猫，一出场便吸引众人目光。一场令人屏气凝神的特技表演亦在上演中。他是倒立小安，代表台湾参加法国明日之星，获得 EDS 奖。即使右手天生有些畸形，但仍坚持追梦。而他努力不懈的精神与精湛的演出，更获得观众的满堂喝彩。公民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